还有各位贵宾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十年前呢、我跟林董啊，我是中华消费者协会，所以呢，参与他第一品牌亚洲，结果十年来他的奋斗精神啊，的确令人刮目相看，而且呢，他的成长的业绩啊，都是翻倍的啊，年一年，所以呢，我很佩服他啊的超人力的这个行销。